各位觀眾大家好，有很多人以為用了防曬的化妝品就即是做了防曬，其實錯錯錯。哎呀，不要玩住啦！啊，你要玩水啦，還補妝？哎呀，男人識咩啊？呢、這個 BB cushion 啊，有遮瑕防曬作用噶，唔補翻靚啲咧，一影相就唔夠靚噶啦。咁得未啫？哎，得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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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行啦。哇！我哋怎麼玩到成個面紅曬啊？不過紅得好可愛喎。啊！又話有防曬，而家塊面仲紅紅地、痛痛地啊！好多防曬嘅化妝品都唔防水，而且會因為你嘅化妝手法，例如拍同埋推等等，而影響用量。所以防曬化妝品唔可以做到完全防曬。防晒化妆品适合一般室内或者非直接接触太阳活动的时候使用，要到户外活动记住先搽好防晒再化妆，确保防晒够彻底。